对，那对对，讲些感谢的话，这样，对，很感性啊，又老了一岁了啊，好，对啊，就是非常谢谢大家呢，就是，哇，我出道也真的是挺久的啊，然后，很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这样，然后也谢谢就是这些香港的朋友，然后到场支持，然后尤其是很多是坐飞机前来我的生日会的一些朋友们，因为我知道说你们一直很想就是陪伴我度过很有意义的这一天这样，然后因为很早之前就有听到大家一直问说，哎，大东啊，你的生日什么时候啊，干嘛的？对对对，因为也不知道说像去年就是生日是在工作中度过，那也很希望说这么有意义的日子呢，一定要跟你们这些有意义的你们一起度过这样。那很多呢面孔都是非常熟悉的，真的谢谢大家，就是对我不离。